他很喜欢过我哎。啊！开玩笑的啦，水不容。你有最 care 的女生吗？啊、哦，我想到一个最 care 的人，他们去投资，他投资是要干嘛？要推销。怎么样？你今天累了是不是？我们三集都没有换衣服哎、欸，因为今天这个真的太可爱了，太可爱了！我去泰国买给你的，真的小玉西瓜、哦，超可爱的吧？最近串红起来，串红何谓最近串红？何谓最近串红？哎、欸，你要帮我科普一下，因为我是老人家，我没有什么在看那个最新时事，所以我需要靠你来帮我增加一点。你都没有在看 YT 吗？都没有在看吗 ？YT， 嗯，看啊，有你的我都会看，真的假的？可是这个也算是跟我们有关的、欸，哎、啊，跟你有关吗？跟我的团员有关哦，跟你的团员有关，对，好好介绍一下来，好，欢迎。我们的老板娘，哇塞，哎、欸，他太瘦了，我跟你讲，我要推到后面去了，太瘦了，太瘦了，太瘦了，我不行了，太瘦了，你有用梦冰吗？我不行，有啊，我今天有。来来，我跟你讲，因为他还是学生，来，你猜他几岁？应该跟我差不多吧，开玩笑啦，你猜他几岁？你们用我猜年纪一下，他也是我们啦啦队，二七，快到二七，快到我妈的。我很难过，我很难过。他都很感动，因为他已经三五了。真的假的？今年看不出，还没到，现在三四，太正了！天哪，我要后退！不要，不要再叫我们前进，不要再叫我们前进，你前进好，没办法，我们没办法，太小了，太瘦了。欢迎那个酷炫唯一承认的女朋友，他交过这么多的，我都没有看过他承认过。对啊，怎么把他炫？但他那时候我就问他说为什么要公开，然后他就说因为他年纪到了，然后我就觉得啊，没有，我只是刚好在这个年纪遇到的人，遇到他没有，但是他真的超爱你，有吗？他愿意为了你跟娃娃讲一个小时。你说上一集爆料是不是？他刚说拜托以后可以不要讲一个小时，可以只讲一分钟吗？可以。哎、欸，最近都很短哎、欸。最、欸、你说说、欸。你是真的要跟娃娃讲话的人吗？没有，我不会单自己跟他讲话，我是就是有些心事不敢讲出来的时候，我会拿着娃娃跟他讲，就好像壮胆的感觉。所以他就是拿着娃娃，对你讲的娃娃。我今天心情不太好，然后酷炫在对面，然后你也这样讲，这样是不是？然后你们中间隔着一个娃娃。不是不是，我是用娃娃跟他讲。怎么讲来试试？好低能。你说，来来，我想知道，我想知道，我想知道。他的娃娃，然后我就会说，爸爸，我觉得。哦，那我要看他的。我就知道，我懂了啦。他们就是想要交流，但是害羞，不敢说彼此之间的心里话。好，因为柔柔没有维基百科，所以我来帮他创一下维基百科。再来，来本名叫做余庆柔，英文名字 Jessica， 好好听、喔。而且你讲 Jessica 好好听、欸，叫 Jessica 都很正，真的。我要改名叫 Jessica， 可以吗？不要恶心。生日91年7月17日，哇，连那个91年都讲出来，都不怕人家知道。不好意思，7月17日，哇塞，91年耶！气死我是不是？我88，你七比七开头的，我88，他七开头，88，我八开头，88，你1988，对。哎、欸，可以问一下你怎么会认识酷炫的、啊？他约我吃饭。你知道 IG 约你吃饭吗？对，他是先问我工作，他先问你，就问我说拍平面怎么算费用。然后他说他要出一件衣服，然后跟我说就是想要找模特这样子。然后我就跟他报价，然后报完他就回我说你怎么那么贵？然后讲完之后我就说那你可以找别人。然后他就约我吃饭，所以他觉得那个价格不只要拍照，还要陪吃饭。酷炫不行吧？哇塞！所以约吃饭完之后就有来电了吗？没有，就没有吃饭，因为我就没有回他。然后就觉得他很怪。对，然后他就每天晚上一直敲我。那一开始你觉得他是一个怪人？我不会觉得他是怪人，但我以为他很好。就出去超无聊，对不对？所以后来你觉得他很无聊，结果后来怎么被电到了？就因为太无聊哇！我喜欢无聊的人，因为他喜欢跟娃娃讲话。对，因为娃娃太可爱了。我最喜欢这种无聊人。你喜欢那种面无表情的人，对不对？因为娃娃都这样啊，然后职业笑给他，然后敷衍笑。所以他是跟你告白，你就答应他？也没有。你们来来回回多久？4个月吧。嗯，那蛮久的哎。没有，对他来说很久。对他来说，大概一个礼拜就差不多要。你怎么知道？你怎么知道？你有了解他过去？有，他有跟我讲。哎，你会 care 吗？他的过去？对，还好。以前很 care， 他很喜欢过我哎。他看你影片，他都会在荧幕前面说：“你认真好可爱。”
my god！ 但是看我不会觉得怎么样，因为我也觉得你很可爱。真的、啊？你说他现在还会这样吗？刚交往的时候。哦，你们刚交往的时候。哎、欸，那我想要问一个问题，就是上次你们不是有拍一个，就是你跟那个酸酸还有那个瑶瑶，然后一起吃饭，然后他们故意在你面前，然后一直跟酷炫很暧昧。对对。你那时候有点走心吗？当下有一点点小小的走心，但是后面就还好。后面就想想觉得还好，然后通常都这样哎，因为他就是故意要这样子的形象啊，就是那种 YouTube 渣男，你知道吗？他不是本来就是吗？所以你本身是喜欢渣男型？没有，我以前交的都不是。那后来怎么会选择就是跟老板在一起？哦，因为他一直说他为我改变很多啊，我就羞耻。哎、欸，真的，难怪他喜欢善良的人，因为好骗。可是他真的为你改变很多，这个我发誓，因为他完全以前就是都不公开的，他没有，因为他真的主动改。有吧？有啊，就是蛮感动的。对啊，你就是第一人，是 number one。就是，那你们以后分手会很难看吗？哎、欸，你怎么这样？开玩笑的啦。那你说那个酷炫三个优点，工作很认真，还有很有上进心的。哎、还有什么？没有哎、欸。那刚才让你凑两个好了。哦，逼真，逼真品。我们上一集的时候，他板板自己写的，他说他老二太大，太大，因为跟狗友没有太大。那三个缺点，三个缺点，都没有很贴心。例如，刚刚他帮我点奶茶，他点冰的，然后我那个，哇，哎，这个错了吗？哇，现一个超级冰的。好，不贴心，不贴心，第二个贴心。他可能太爱工作，然后有时候没有让自己休息。会生气，会。对，可是我觉得对我来说，不是因为他没有陪我生气，是因为我觉得他没有好好照顾自己，对，他的身体的状态。最后一个，希望他乖一点。怎样乖一点？乖一点，哎，怎样乖一点？怎样乖一点？不要再像以前一样浪。虽然他现在好像已经就是有改变，但我觉得还是要再加。还是不够，我觉得他有改变的，有了，他愿意跨出那一步公开，我觉得这对男生来说真的是很大的改变，真的。曾经吃醋他跟哪一个荧幕情侣之类，雨熙啊，还是瑶瑶啊？荧幕情侣我都还好。那你有最 care 的女生吗？啊、哦，我想那一个最 care 的人，但是因为他们已经没有联络，所以我现在还好。那你讲一下你最 care 这个女生的点是为什么？怎么样？偷吃？对他们就偷吃。他偷吃？跟谁？跟谁偷吃？跟谁？跟那个我很 care 的女生。然后，但是他们去吃宵夜，但他骗我说没有什么的， oh. 然后对话就很暧昧，我就会觉得。Oh, 你可以告诉我这女生谁吗？但你不知道是谁，好，我跟你说啊 ，Julia。我跟你讲，我的桌他刚根本没讲话，我不知道谁，我不知道谁，笑死了。那个女生你也没见过。好，继续问哦。有人会说，酷炫有做过什么最让你感动的事情？都是交往，前座。哈，酷炫，哎、欸，情人节要到了，没有，你等一下这一间就留给他们。哦，再给他们。对啊，这里有泳池，那有冰火。那个床，你好会哦！哎，刚刚那边是冰岛，你刚刚下去不是很冰吗？冰火从边都来。那请问你自己都怎么经营自己的穿搭？我会看像大陆的小红书，对对对，然后就看他们怎么穿，然后就大概选跟自己身材比较像的人，然后学习他们。哟、嗯，那现在主要收入是什么？卖衣服吗？之前是外拍，网拍啊，网拍。那未来规划是什么？我是想要卖东西啦。你想要卖什么？自己还是蛮喜欢穿搭的，然后呢，之后就会卖自己喜欢的东西。哦，希望大家也喜欢。那你之后可能除了卖东西以外，还有什么吗？有什么梦？他原本想说要加入啦啦队，我说你先不要。真的假的？为什么不要？为什么？他其实是对跳舞有兴趣。那就来啊！为什么不要？因为他不会跳舞。我先讲话直接一点，因为我害怕你会变得跟林湘一开始一样很辛苦。因为他一开始被骂爆，所以我跟他讲说，如果你想要跳的话，你可以先去篮球那边，因为我们的舞蹈你会吃不消，我们一周选一支，然后我们有上百首应援舞，你会一次疯掉。除非你一刚开始心理建设很强，你知道你可能进来就是要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。那我觉得你在棒球的啦啦队，你会瞬间成长很快。对，我说因为你还年轻，你可以先训练一下自己的舞蹈，去上课啊，或者是去进修什么的，然后慢慢再来甄选。因为他现在才20而已。好了，你要讲几次？他就很年轻啊，20岁，你几岁？20岁，三五。对，好 ，OK。你可以讲你以前很想当演员，你会看 MV。你很适合当演员。好，你不要讲，那你不要讲。啊！哎、欸，要不要直接请顾炫进来啦？他一直在画外衣，画外衣。哎、欸，顾炫，你再进来好了。是不是？我刚看到你快冷死，我想说还是把 Q 进来。对。来，他过啦，你不要再介入人家中间了。不好意思啊，硬要卡。又在介入了，好，要介入。来，我们现在来玩游戏。游戏是什么呢？今天的这个游戏呢，叫做热沙
椒值几分？就是三位。我要吗？要我不要吧？你不是说你想要面试反骨？撒娇，你不要撒娇，我不行。演员，你这是演员，演员，为什么你不行？我不行，我可以模仿别人，但是我自己没有办法。哦，你跟男朋友不会有私底下的一面？哦，如果你是说面对喜欢的男生的话，可能可以。哦他就是没办法在公共的场合。那你现在假装你是在面试那个电影，面试电影需要撒娇，这什么面试？要啊，有些角色需要啊。演戏啊，当演戏。来来来。撒娇内容什么？好，再讲一次，就是戴柔柔跟云溪三个人都要挑战对傅炫撒娇，然后傅炫要来架你们的撒娇值几分。那你们撒娇那个情人节要我带你们出去玩？我们先来示范一下那个真正的情侣怎么撒娇。对对，是真正的情侣。可是我撒娇很难听。反正是你们为什么会被骂？声音不要太低了。声音本就这样啊，对啊。那你闷一点。哎、欸，我想看你私底下，不会骂，不会骂。我的粉丝都很好，就正常，正常就好。很多人了，没有没有，我是西瓜。那我也是一颗西瓜。好，我们先打扰他们。爸爸，明天是情人节。怎么了？你要带我去吃吗？走吧。直接走吧。我觉得很好啊。我知道，我要把他声音记一下。其实云溪撒娇是可以的，我可能可以，但是我要刚记他那个，他要模仿别人才对。对对对，我们都要模仿别人。好吧，对对对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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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可以可以来换你换你，哎，快点接过一下，对吧？换我了吧，换我啦，还是我们两个一起？要不然我走，好，我们一起，我们一起，我们一起，一起，准备好？那我们要扶他，来来来，左右右吧，我们是两个西瓜，两个西瓜，对，炫炫。放到他的嘴巴，很好笑。炫炫宝宝，怎么了？小西瓜，看我。怎么了？西瓜蛋。我们是西蛋蛋，情人节可以带我们去西蛋蛋。好棒、啊。走吧，欢迎有常。不能在这里吗？西蛋蛋，当然可以啊。浴缸里面西蛋蛋。我怕你太舒服，变西西叔叔。你认真讲一次，认真讲一次。你要勾他手，勾他手，这样子。来来，爸爸，爸爸。嗯，怎么啦？西瓜。好姐啊，好姐，你不要，你先不要讲话，让我整段整段演完。啊，你也先不要看我。加油啊！加油！加油！不行，拉拉队以后要加入撒娇条件。你面试要先会撒娇。宝宝，我流眼泪。你认真，你认真啦！明天是情人节，明天可以吃饭吗？可以啊，没有什么问题。他不行，他真的不行哎，我不行啊！他很紧绷哎。好了吧，请给分，给我100分吧。要不然我等一下会再烦你一次哦。我觉得云溪如果认真想的，应该是不错。那换你出一个情境给他好了，因为他想要面试嘛，你试试看。面试要干嘛？要推什么？现在我们访问到一半，他不小心插塞在泳池，他说：“宝宝，我不想去玩了，你们可以先起来一下，可以吗？来，可以，来三二一 ，Action！” 怎么了，云溪宝贝？什么意思？我听不到，你说什么？你扁扁？有扁到裤子外吗？靠，你敢出去就出去，快那么多，我要出来了嘛！扁扁，扁扁在这里，快出去啊！他完全没有办法小声的讲话，他一定都是大声。那他跟你谁比较吵啊？他没有他、啊。好，那你给分数吧。我觉得他给不出来。脑内坨屎有加分吗？对，有屎加分，你第一。有吧？真的、啊，我还拿起来给他看呢、欸。对，因为坨屎在这。因为在跨赛的时候还可以同时撒娇，很厉害。云溪第一名。云溪今天最后撒娇了。哇，我因屎得福哎、欸！没有屎我进不了，对不对？我瞬间不介意。我会觉得完全没关系。很可爱吗？是可爱的。继续跨。